大家好，我是老何。前面就是南昌最好的医院，第一附属医院，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看。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，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生命